看到这个叠住没有？锵锵锵锵锵，再来一个天降，再来一波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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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！ 百姓要跟各位报告一个，就是可能会令各位失望的事情，就是百姓这个哈，明天要带那个夫人去看医生，所以对。今天十二点之前会结束这一场的实况。哎呦，没错，十二点之前，看来我不使出浑身解数是不行的。哎呦，下狂雨哎，下好雨哎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平百姓宫两场哎，哎呦呀，阿娘喂，哎呦呀，队伍中只有光属性的成员。光属性的成员，看到左上角那个写什么？平民百姓什么什么什么？我听不到，大声一点！什么什么光？非常好，平民百姓光，你给我一个光成就！夫人说很奸诈，真的吗？还好啦。太奸诈了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再一次，我们要重新再来一次。什么成就？我看什么成就？光！光成就！我平民百姓光哎、欸，光成就啊，光成就！阿林啊，苏卡奥大资格啊，来挂掉。有人知道关键关卡在哪里吗？耶！零光柱哦，你讲啊，零光柱哦，啊，没败哦，没败哦，看来 MH 已经帮我 say 好了哈。零光柱行不行？干得好啊，猛啊、哦！这个就不用急死因了，因为 我是想要过关了，嘿，所以死因就不用急了，就直接来吧。先打这只好了。没有光之父自己做啊，各位。啊，这的好处就是光珠可以自己做。啊，基本上用这队还有一个原因呢、啊，因为有个干爹，他说他刚回国了，他说希望我用简单一点。可以就可以通关的队伍啊，那刚好今天对我们刚好对有点事情，所以就用简单一点好不好？磨到天亮怎么可能啊？看我怎么打。我的魔队哦，已经进化成就是以速度取胜的魔队，就算用魔的哦，速度也是快啦，应该这么讲。傀儡，注意看哦。注意看哦，我是用什么？单路西法哦，单记得嘞，个单记得嘞，为何你帮阮过激嘞？单记得嘞，个单记得嘞，单路西法哦，单哦，哎。现在29分，我们当他30分，好不好？对，刚刚磨了2分钟，是不是？好，算28分。我这边记录一下哈、哦，28分。怕忘记哈、哦。
看看我打多久了。其实我等一下通关就他就有通关记录，也是可以直接看的。哎，那个越战越强桶基本上上次算过，所以我基本上我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哦。八百万的血，我 OK 啊 OK 啊。双重电击扶持钱，记不记？没败没败没败。卖亏小贼啊！各位看好左边，不要开太多，开太多会哭哭哦。注意看哦，开不要开太多，开太多会哭哭哦。哦，开太多会哭哭哦，知道吗？我个人是全拎白光，全光我就哭哭啊！我在你讲，还 OK 啦，这伤害还算 OK 啦。一定要等我被烧死，对不对？我很聪明，这是学聪明的。你们在等我被烧死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今天这一战是为夫人而战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尽快通关哦。等下个天亮，摸霸七分钟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记得补满血啊！攻击数太少，不转。哎，我修掉，错这个。那个熊嘞，把我新珠弄掉。记得补满血啊！大圣是吃补血的。回复上一栋，应该 OK 吧，各位。我珠子谁在前面看呢？我看我幸运了。别再弄，让我忘记珠子长什么样子了。光，星星星星星星。说虎，哎呀，外光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！
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太过分了哦！哎，看看哦，对，干爹说的嘛，我们今天就让干爹舒舒服服的通关，好不好？舒舒服服哈，舒服舒服舒舒服。舒服哈，第四张卡，你是说这一只吧？那个光源龙，哎、欸，因为放一只龙哦，它那个倍率差很多，看一下王冠就知道为什么差很多了。哎、欸，因为它那一只就等于是十倍攻哦，常驻十倍攻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。哦，那我用巴比伦，为什么用巴比伦呢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用巴比伦？有没有人知道呢？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用巴比伦？这么多光队长不选，为什么要选一只巴比伦？哎、欸，你老是卡我大嘴叫哎！看一下有人知影为什么我要用巴比伦无？比例没有错，不断光持续输出，对我要让它一直有输出，漂亮，以一挡百没在胡乱哦，我没在胡乱的，对，以一挡百，那个 Poly 也讲对了，洗得太快，刚如果没看到了，不要太介意哦，欸、因为它不会断光嘛，我这样做珠子会比较好做一点，我不用在那边转珠什么的，我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了。哦、如果看我过得舒服就进场吧，就进场吧，看我过得舒服就进场吧。哦，不用跟他客气，不用跟他客气，因为他不会跟你客气哈。哎、欸，对，不要客气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啊，平民三到五啦，没得好笑啊。四大于等于八康波顿如无物啊，还在啊？知道我观众为什么以一挡百了吗？知道吗？这样知道了？哎、欸，对，就是无视他的无视减伤，无视他的大于等于八康波顿哦。技能出起来啊，记得啊。哦，都出好了是吧？又可以一波带走的意思就对了。一波带走，记得下一关记得木转心要留木，哎，要留木。哎，靠北，叠猪叠到了，拍谁？这关不爆发哦，记得这关不要爆发。不爆发，这个新珠一定要消掉，下一关也没屁用。嗯，对。我大概留一半吧，因为我玩的比较保险一点，所以我留一半这样就可以了。留左边那一半，哎，留左边那一半。哎，这对就是这样，很舒服的哈。你可以就是哎，杀啦，随便乱用，随便乱叠了哈。攻击力还算 OK 了哈，
这应该是光吧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暗，那个木吧，放错了。那我可以多轻松自在，悠游啊，悠游翱翔，有没有？啊，笑错了。哎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林老师哎。嗯，好，可以开始了哈。路西法没解放，那就这个关卡就不考虑了，好不好？我直接跟你讲，不考虑了。哦，当你卡片没有练、没有打哦，那你要去挑战太难的关卡，基本上我会建议你去拿你现在的石头去练卡，练新的卡，对，这样懂吗？路西法没解放差很多哎、欸，哦，但是我不是说一定不会过啦，哎、欸。你要看我下一关过的状况是怎么样，你再来考虑。有没有这一关？我现在就是，哎、欸，大概就是一个，哦，天啊啊啊啊啊，米莎啊，觉得有点慢呢、欸，觉得有点慢呢、欸。我先把它打到残血，我们再来绿，再来绿珠好了，这样我的时间比较好掌控。因为八回合，我相信我都已经除回来了，所以我就直接灌了。好，大概抓一下力道，因为我自己抓的力道看起来打实在有点久了哈，所以我相信我只要改变一下就变快了。留一点血洗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怕太大力啊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抓力道。哎、欸、啊，我抓力道你们就可以参考了。啊，我不怕，我比较不怕断光珠啦，我就直接自己做就好了。所以我用这一队是这样的原因哦。啊，如果进场的人应该是明智的抉择了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是他了。平民百姓光了，那更生气哦，对不对？过来，哦，好不好？那个叫这招玩 Overwatch， 我们叫甩枪，哎，神魔之塔百姓自创，甩猪，看好不？啊，了不？甩猪在哦，了解哦，了解哦，哎，哦，我们以前玩 CS 都是甩枪啊，今天玩转猪游戏，我们就要学会甩猪，懂吗？就是你手要这样转，可是那个位置哦，例如说你从这边，有没有？甩到这边来，你自己要算好，哎，对，如果没算好，我都不会打。好，听得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，甩猪仔哦，知道哈，没问题啊。好色的叫声是吧？卡住了 ，YouTube 卡卡的，是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真的假的 ？YouTube 卡住了。人特别荡哦，那可能太多人在直播，还是人太多？我看一下，讲 YouTube 现在已经承受不了我的观众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一个档一百个，可是那个网络流量应该没有一个档一百个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看起来我自己看也有点卡卡的，解析度调低一点好不好？哪呢？卡的换一下去那个 Twitch 好不好？有没有两边跳来跳去？有没有？我看一下，现在可不可以打？对啊，我看 Twitch 好像有点卡哎、欸。不是 Twitch 啊，那个 YouTube 好像有点卡。等一下哦，你看两台就很惨哦，是怎样？今天实况的人太多还是怎样的？我丢一下连结给你们好了。
对啊，就两边的话，你们就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样他看得到吗？等一下啊、哦。哎呀，好了，进了就进了，算了。可能人比较多吧，我在猜啦。可能人比较多吧，对，我看现在有多少人？哎、欸，一边是59000哈，另外一边是，另外一边哪边啊？一边59000，一边31000，对。那一讲了嘛，一讲卡卡一群人马上就跳过去了。好，所以我用两个平台，就是方便让大家可以两边看你习惯弄哪边，然后哪边比较顺之类的，就不会就是这个问题。哦，热的，我是很热，说真的。哦，注意看啊，啊，好、哦，甩珠啊，看到。这样你刚看有，那看了看不到鬼嘞，这样根本看不到好不好？啊，改一下好了。看我的算了、啊，好、哦。鬼王怎么打？我示范一下怎么打。对啊，不然来我的台干嘛？来我的台就是要看我怎么过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今天来的话就是要跟。给各位、哦、做教学、哦、如果我用神转珠我自己过了，那我今天教学就可能比较没有太大的那个，因为很多人转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高了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三到五就可以让你通关，好不好？三到五，好，换个方式，对，我们换个方式。欸、嗯，哦，用纸的哦，这样比较不会阻碍掉我的叠珠哈、哦，这边是放一个光的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我珠子可以慢慢瞧哦，我珠子可以慢慢瞧哦，有这么悲吗？咩咩，超级叠珠呢哈、哦，啊，超级叠珠呢哈、哦，啊，哎不行哦。啊，通通拿去做基金是不是啊？拿去做基金是不是啊？想要看我基金呀？啊？哎，不行哦，通通拿去做基金啊！好久没看到我魔队，我的魔队都很快了。光华子女去G8给你看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来亏。哦，来。这个我想一下哈，嗯，我较贪心淡薄，我一波甲处理掉。应该大家等的是这一波啦，我在想，应该等的是这一波啦。
龙科脉动。基本上这边就怎么弄就随便弄哦，我个人认为是随便弄啊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开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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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复上一栋。这个基本上现在是攻击术是没有效的，这时候就要做叠珠咯，我的脑酥咧，干这是什么叠啊，干这叠起来有鬼，这叠起来有鬼，阿林老师哦，一个失败的叠珠哦，重点是看他打我们几下，两下，三七八四，请记得补满血。要做叠珠喽，各位，现在开始就是叠叠叠叠叠，一叠叠一叠叠一叠叠，叠哦一叠叠一叠叠一叠叠。对哦，一滴滴，对哦，一滴滴，一滴滴，我看一个，我看一个。哦，漂亮的叠珠啊，三康补啊，我咧靠北边走咧，三康补你干你讲会出来？哦，然后再来哦，这队有另外一个特性哦，啊靠北啊，消掉。我跟各位讲啊，这队以存活为优先，所以。珠子齁，千万不要扣着是要打的啊，对，要关欸，对，忘记关了，那个谁告诉我的 style 456456齁，因为龙打比较痛齁，然后这队有个特性齁，这队有个特性齁，注意看齁，注意看齁，什么特性，我告诉你，自动叠珠，自动的，真的超舒服了，挑这一队是有原因的，哎呦喂啊啊！失败，对不起，这是小小的失误。再一次啊，让各位一下看一下什么叫自动叠珠啊！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看了吧？你知道不？看了吧？打208滴血，我来干，这是要吃屎？208，我看不到不？是无看唔到啦，过来一届。好，然后可以浪费一回合做叠珠哦，这是另外一個用法。靠北外光珠你老输嘞。我先试一下那只的威力怎么样？哎，好，用一回合做叠珠，我看一下那只龙可以打多少血。不会叠珠用我的方法叠，干嘛？刚才啾啾呢？我干嘛没赛呢？没赛，没赛，没赛。但你用路西法灌矿买货。叠珠哦，看到不？看到没有？我们打他84滴血哦。哦，我干，84滴老师哎，你的够卡好小呀、啊！防御力会不会太高啦？啊，那你个凶嘞！不要紧哈。来做一些技巧上的应用看看。我靠，白啊！干我都要错开啊！可不可以技巧上的应用？
我等我带起来，你再来看技巧看咯。吕布暗游侠。我想一下哈。用倍率灌，感觉好像龙威力会比较强哎。个人认为龙会比较强一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我那个柱子卡到了，等一下哦。桌子卡到了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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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一得得一得得，哇，炸个十次应该可以，炸个十次应该可以，炸个十次应该炸个十次差不多，哎，炸个十次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比较强啊？我觉得路西法合体比较强哎，哎，真的，路西法合体好像比较强哎。血哦，血哦！哦，对哦，越打越多哎！我每回有都要叠珠哎，我操！林老师哎，干！啊，林老师，真正的课外技术啊！每一回合都要叠珠了，这好爽啊！这所以这是一个考验叠珠的关卡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了，好不好？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，这样大家有心里有没有点底了哈？考叠珠了，这对对对对，考叠珠，哎。一个考验叠珠的关卡，一般人可能比较难。对，这个可能要交给百姓来处理了。我来示范一下如何全程用叠珠啊。哦，我有说过嘛，我有做过叠珠谱嘛。刚没叠到是吧？失误是吧？好好好。哦，全程叠珠哦，来来，我的靠，你老师哎，真正敢被扣掉啊！
身为一个哈，这个叠珠的实况主就是要从头叠到尾的意思，就对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啊，华林老师啊，没错，这关卡设计的不错啊。记得啊，变成是打法要全程叠，你没有全程叠，过不了关。考验各位的技术哦。这个有点难啊，我必须讲，这个有点难度了。各位如果要用，可能会有一点有一点 KK 的哦。你妈妈个逼耶！哎，没跌到，好笑。没跌到，有一个方法做一康，因为伤害很低，靠背啊，伤害很低，为什么补那么多啊？林老师哎、欸，敢被他玩到了哎、欸。漂亮大声 miss 哦。消到，干这一半人啊，我都在叠珠啊，我做后期的。对啊，一半人啊，我都在叠珠。是不是叠到民国几年？就算正常光队打也是很危险的、啊。我再关一次看看。
好弱、哦，这只真的太弱了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灌。手下帮他补血，天降就可以爆发，什么意思？不行啊！哦，你在解释啊，在解释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打，一定要每一回有东叠的了。啊，看你老师哎，后搞斩我宁可失误，因为他那好像跟防御力没什么关系，他帮他补血好像跟防御力没什么关系。很奇妙，帮他补血跟防御力没关系，然后你打他就跟防御力有关系，你看都是零，这个有点犯规了，我自己认为就有点犯规了，你不能双重标准啊，你要一样啊，哇，这转下去整片都是光，会吐血，真的会吐血。我想一下啊，感觉真要扣叠珠嘞。这是烤蝶珠，这是烤蝶珠。哦，如果没把握的带只光什么鬼的，那一只来做一个那个排珠的，增加哎，看这个增加秒数，我怎么开啊？看一下哦，旋转光好像可以开，对，好像是可以开。干这叠珠这舒服啊！干这一波要是帮他补血，我当场哭出来，真的。干这波要帮他补血，我真的当场哭出来。想一下，应该是可以。是伤害太低，没有叠好，但是至少没有伤害。至少没有补血了。
靠腰欸。对啊，这样反而有伤害欸。用那一只什么什么龙的靠背啊，没有伤害，因为它伤害实在太低了。哎呦喂！哎，卡林老师完全没跌到，我后悔啊我！干，我真正后悔我！光珠太多，反而你叠不出来，这是个问题。很少看我这么比较少看实况的讯息了。这一场真是要很专心哦，因为我只要失误一次，我要打很多次回来。因为我每一回都要叠珠啊，所以专注力要很够啊。不能再开了，开太多了。开一下好了，把一个技能挤掉了，好笑，今天。两次转的都不一样了。啊！妈呀，干老师哎！那个叠珠会不会叠得太漂亮了？完全没削到这样。
啊，光熙要在宙斯打四分之三的血，要帮他抓痒。有啦，我们打了那个大概五分之一吧。操，我要等一波的机会啦，我一定要等一波机会。可是这机会他妈的干，要有点运气耶。哎喂！真的每一回合你都要叠，因为失误一次你就亏大了。换个方式试试看，换个方式试试看。老师哎，好嘎仔！错字。啊，你阿伟，这要不生个名个闺女啊？对啊，手下不能光比解伤，解伤很难打。我个人看法是这样。因为耗我的精神跟时间啊，这我精神一定要非常非常集中，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，没有太多时间看你们打的讯息，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且好在我是用巴比伦镜来配的，光珠可以做。像这样就做了出来了。我要找一个机会，就是类似像刚刚那样很整齐，而且是整排的。像这样就没办法了。过来，哎呦喂，哈，完全没打到，好笑，简直好笑。这个是超级叠珠哎，真是！
还不能转太多光珠出来啦，便是这个问题了。刚怎么转忘记耶？应该是同样都是这个局才对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技术上可能对你们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有一点点难度哦。这时候能够做直排就做直排了。直排，两直排，三直排，然后那个光珠全部错开了，看那一点我就知道。超歪叠珠。剩下五分之四，再等一个机会啊，各位，一个机会。想一下，慕容兽不是现在是要解成就啊？问题是成就啊，就提过了。其实很多关卡它并没有那么难，难的是成就啊。来吧，我再来做一个珠子看看。好家在。看你老师哎，消到了哦，好像没有打很多，零滴零滴零滴，错解，真正错解，错解你有遐么闪出来？
靠北啊，我碟珠每次被他弄掉。很难呢。靠！你就这样一直把我天降吃掉，就这样把它弄到死，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叠珠。因为我左边要做叠珠啊，可是他天降一直把我的光珠弄掉，那个机会干真是有点辛苦哎、欸。做好四颗了，林老师哎、欸，赶时空做叠珠没看过吧？光八路西法路那一经光机有光八机啊，贯不穿。对啊，就是，贯不穿。哦，对啊，剩十分之一啊。以前我有提过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哦。我说过破亿的时代即将来临哦。他现在弄这个成就，真的就是要让你破亿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喂、啊，我叠珠啦啊，我叠珠啦，林老师嘞，我叠珠啦，打两万多滴啦，干！哦，我叠珠啊，就这样一瞬间就全部被吃掉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这样一直打就好了？对，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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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。就一直叠啊，一直叠啊，这样一直叠会不会比较快啊？不晓得，试一下。有回音？没有，应该没有回音吧？哼，带三龙啊！我的一龙呢？你无看？一龙我是没那吃。思考一下，好，别又卡碟。紧甲撸过来，你甲看咧。
超辛苦的啦，我没跟各位讲，这超辛苦的。二三四五六六，干这啥小啊？这是什么怪异叠珠啊？哼，有时候是佩服我自己。全程叠珠，我刚示范第一种叠珠，现在用第二种叠珠了。全程都叠珠也是可以的，只是也是蛮辛苦的，倒是真的。这种叠珠完全吃珠子啊！欸，搞不好我自己用这种叠出来比较快，因为我现在这种叠法是我比较擅长的。啊，这种叠出 combo 数比较高啦，所以我用这种叠出可能搞不好速度会快一点。如果你们比较少在叠的话，这种叠法应该会有点吐血，因为用这种叠法你们应该会吐血，会拿一把刀说杀了我吧。啊，林老师欸，不要闹了好吗？哎，没跌到，好腰尾。是咧跌啥啦？看无。嘛是足久的咧，恁老师脚好大水饺咧，我心咧。我看有没有把版面一次把它排漂亮一点。水转光，水转光。哎呦喂，林老师脚好大，水饺呢？啊，你妈你们他妈岔开，林老师的，哦，流血嘛，流啦流啦，流血嘛渗出来啦。尿了，尿差点闪出来了。我信不信？
再康，无。为腹胀一动，应该开机顺序要这样开，比较稳妥一点。金安珠减伤，打很快是不是？打完十次轮回都还没关哦，很难讲哦，就有这个可能哦。巴比伦那控安珠的技巧，因为我转直牌不够快。不然，其实用巴比伦，我觉得会比较妥一点。还讲断心珠呢，哈，哎，还讲断心珠，那是变名哇。哎呦喂哦！我现在开机顺序就固定就是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我靠背啊！哼，两次转的长得不一样。阿林老师，阿好大嘴叫。一定要算这刺激的对啊。整场叠珠啦，我看这个纪录片应该是有意思的，号称叠珠神魔，我玩神魔以来叠珠叠最久的。我说你要让我练叠珠，也不是用这种关卡来让我练吧。
笑到了，好像是零滴，那 combo 太少了。这什么鬼蝶珠啊！干！你在那叠啥？又来了，又失误一次，同样的失误方式。糗大，为什么糗大？因为靠背啊，太多攻击珠了。我第一次站到这只攻击珠，我站到这么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站到这种攻击珠，说我一点都不开心的，一点点都不开心啊！靠北啊，有够难叠的，难叠。我在等一个机会啊，等了大概半条血了，没有机会，完全不给机会。双重叠珠，这比较少见，要有机会弄，要有机会才弄得出来。Oh my god， 好危险！我要GG了。
我要拒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拒，让他拒我就拒了。SCSC。其实放了那只龙反而把我伤害弄掉下去了。哎呦喂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失误！啊！神魔队打得还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你说这队打比较快的，卡住了，又卡住，又卡住了，靠北啊！喂！没有 YouTube 人全部都跑来 Twitch 了，今天是怎样 ？YouTube 爆炸了是不是？光珠不能太多，真的光珠太多，你叠珠叠不出来。失误的叠珠，漂亮，居然自己救回来。哦，这次又比较多了。然后这个没失误法打比较少，过来。刚才那个就是一波机会了，像刚才那样的伤害了。不过靠北那个是吃到天降，不是我手动，是最好是能够自己手动控的。都过来！你跟他马博先给他当个友。吐血了我，真正吐血了我。哎，我消了光珠哦。超级卡是不是？看 YouTube 给他写安怎啊？派气啊！我的画质也自动调到超低的，那不然各位就去 Twitch 那边看好了。我要光速。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机会哦，好像有点机会哦。火转暗，水转光。
哎呦喂，阿林老师嘞，敢要消掉嘞？靠，白边做嘞干？要跌得好好好，你敢要消掉嘞？看，看我姐。看起来是好机会，可是我出不了手。啊，这是意外的，这是意外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意外总是在意料之外，就对了。我在冲杀小朋友，刚刚在干嘛？没消到猪哎、欸！过来几盖，又没消到。哦，有消到。我在看，我靠，这个叠猪真是有点难度。哎，你老师靠嘞，基本上是没安怎算。等待一波七啊，对，爆发补血。等一下，谁说等待一波七爆发，然后写补血的那两个字？哎，给我写补血。一回合，我靠北啊！这坑里加是安怎？这好爽啊！这。干！我不敢开，我不敢开露娜。这一回合我不敢开露娜，他这个太多了。先解别的成就，我觉得全光真的有点虐。
我看这样好像我们比较快了，我直接一直手动叠住好了，我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快一点。看你有较紧无？我是安尼想啦，唔知影恁想是安怎。无得着吼！真正我咧想讲，无可能我咧直肯定较紧嘞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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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下有点不妙哦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的干，刚刚没看到，刚刚什么都没看到、哦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记得啊，对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对对对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磨过去了，就磨过去了，知道吗？刚刚那是假的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基本上快转的时候这一段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知道吗？这就是关键。哈哈哈！哦，就是快转了，那个声音，就这样，哎，干什么？有点暗暗的闪过去，那都是假的，好吧？哎，干，真正叫不死这，哈哈哈！哎，设计的很好啊，像设计啊，啊，纯光对个镜啊，龙以外，你是怎啦？龙光荣收几只啊？光荣收几只啊？我来看林老师，他有大水饺。啊，光荣收几只啦？用纯光个要讲用龙成就，妈，你个阿妹无要紧啊？哎呀，果然是你们认识的百姓，安尼就对啊，对不对？十二点啊啦，我免困啊啦。在你店嘛，免困啊！哦，对，这样才是你们认识的百姓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不买一下怎么对得起各位的，是不是？我操，干！啊！干，我真的被他弄到了，真的有点堵然丢啊！这是被他弄到了哎、欸！哦，龟兰趴火、欸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我的龟拐掉。我看下这哦。水转光吼，袂使，小者攻击出会死人。你不给我补血珠，你又给我一堆攻击珠是怎样？你要真的要弄死我呢哦！为什么要这样玩弄我？你不知道我明天要带夫人去看病。卡站站的啊！今麦场天降拢无去啊！你想讲我无感觉哦？
我非常有感觉啊！你想讲我唔知晓啊？从天降的拢无去啊，完全零天降着啊！莫想讲我无感觉，我看会出来哦。靠背啊，下面那个太整齐划一了吧？敢开这个好啊？敢又不敢开机？看到这个又不敢开机，我怕一波带走，然后一波带走我们血补满。干靠，我哭给你看！真的，我哭给你看。不管哪一个光队啦，打都我这样看了就知道了啦。你要叠珠难度太高了，一波要带走又伤害剩十分之一，这有会有点夸张了。靠北啊，这珠子怎么解啊？这很难解，果然打了壮所亏，超值快买包60颗吧！谢谢烟柚，谢谢你的抖内啊！我们又加了一条命哦，看这什么样的胖啊！对啊，校光会补啊，所以我是卡在这里啊，等一波吧。我现在已经绿出很多光珠了，这一回有机会。干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。阿林老师啊，消到了，我还补，阿林搞消了，林老师哎，我来看你老，哦干，我的超级叠珠不见了，我的超级叠珠不见了。干个袂当过呢哦，开一下，看好。我刚消到了，靠北啊！干补很多哎、欸，我刚才我没开龙科呢，我本来要开龙科的呢，我好像补到右边那的光珠啦，看起来是补到右边光珠啦，一时手误。对啊，右边啊，右边小孩子啊，我龙哥要不要开嘞？我开的话很卡出来。
奥奶。哦，这个叠珠真是，干无与伦比啊！这个叠，只是会不会断心啊？妈呀，差点断！干，我怀疑这个有阴谋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哦 ！Oh my god！ 刚刚那是不能被锤的状态，锤了我就 GG 了。哎、欸，因为我刚刚狙击过，啊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是假的。摸，Good morning， 台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为什么你们有这个耐心还可以看我？是要等着GG的那一刻，还是什么？是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啊原因吗？攻击珠都叠在一起了，确认一下。转换，木转心。我转按木转心。这样叠珠我以前有做过，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？以前有用过现在这种叠珠方式，这种是比较特殊的预叠法，预叠法，哎、欸，预叠法，对。预叠法有个好处啦，比较不会被其他珠子做干扰。咱们这一场就来玩玩看好了，我想要用预叠的玩法。注意看哦，叮，看到没有？预叠法 ，OK。Everybody, are you OK？快嘞，快嘞，过来一个比你较悬的哦，看这个 ，Are you OK？ 玉蝶哦，没看过，没看过，今天看到了哈、哦，嗯，别当失误、哦，失误的哭哭啊、哦，这应该是我今天做的最高combo数了 ，I think。应该是最高combo了，哎、欸，没有七啊，我估我攻击力不会过，但是这一波一定可以让他重创，大概剩下应该现在血量再扣一半，大家这么快七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好、哦，应该是不会过了，我自己看攻击力来看，应该是不会过。那个绿珠还要绿冷技巧嘞，那我自己估过是不会过了。
回到上一栋哦，这是个好机会哈，快点，快快点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多一点？有没有漂亮哦？好了，漂亮哦！干，这可以剪精华了。对，我自己估过伤害不会过啊，所以没有跟你们讲一波七是有道理的。好悲啊！哎呦喂！啊，我要进了一点点。伤害很可怜啊！你用哈沙腿皇冠六千万血就超久。我跌到住啊！哎呦喂，好加载无掉！阿林老师，要么跌到光珠。哈扎被熊猫流氓是可以碾，但容错率很小。对啊，这对容错率很高了。对对对对，刚才那个是画面可能有点问题，所以你们看到可能是那不是 GG 啊，那画面可能坏掉。对对对，妈呀，没补到，赶快打到明年，不会啦，打到明天应该差不多。哎，明年到了啊，对，明年到了。如果还有明天。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得住哦！如果没有明天，该怎么说再见？玉蝶啦，我刚看玉蝶效果不错，我们再来玉蝶一次。那边呢？靠北啊，太多攻击猪。太多攻击猪了。我跌了一个猪哦，把那个光珠瞎掉，看有没有掉新珠。如果没有掉，我就要开机了。哎、欸，很听话，没开，没有掉，没有掉，我还是要开哦。上一栋，挥挥，啊！消掉林老师哎、欸，干怎么只觉得这样特别多的感觉？
这就可以过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就是你叠珠可能要练一下，大概练个三年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对，因为叠珠也少说也玩了三年，应该差不多了，三年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嘛，人家有这样讲，有这样一句话嘛，对啊。得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自从哦，我打了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这个，自从百姓打过了银白的身子之后，哎，每次叠珠都好棒棒，有没有？干。夫人，哎，对，夫人睡着了，夫人睡着了。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白金鸡鸡三小时不晚。刚好要快速把它撸过去，没人撸过去。过来。刚开始什么状况啊？歪起来对啊，歪掉的猪就对了。啊干，老师哎，蛮好给他揪起来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妈妈姐。不行，攻击数太多了。哦，叠了个光珠哦，有点高了，不过还是有叠到。愈叠愈叠愈叠，愈叠不是一叠一叠，不要乱，每次都是跟愈叠愈先叠珠，愈叠法。水珠嘛，我记得水转光哈，水珠玉蝶啊。干，他直接天降把我吃掉了，玉蝶个屁啊！玉蝶，你要用玉蝶的话，先把血补满吧。血没有补满，不要急着玉蝶。有没有发现我康博说会很高？我刚刚说东美天降就在讲这个，因为基本上你用叠珠的技巧，它会增加很多康博数。哎呀，如果康博数完全。不会增加，就有点坏掉的意思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。哦，好机会哦。哎，看老师，好机会，你把我天降弄掉，冲啊死！嚯！看一下，太多颗了哎！妹，你的弟弟搞天降就好啊！过来！好好好，这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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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我喜欢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看不出来哦，干就是看不出来，我们这不叫才屌嘛。
还没 KO 了，还没 KO， 除非超级神天降了，不然是不会 KO 啊。这一颗哦，这靠背啊，哎呀，多一颗猪啊，你老输嘞！哎呀，我想想有办法用天，干不行天降。想想看哦，哎，好像可以天降，看这个天降有点诡异哦。哎，还真的是诡异，他那个凶，完全就是一个失误的天降这样。干，这时候康博叔再不上去，我要死了，我会死啊！我不开技能，给他送一波好了。靠北，这西洋呢？干，我觉得这会死哎！妈的，我用力锤他好了，我就会死人呐！干，我干脆用力锤一锤好了，不然我要死掉了。现在是讲流行帮他补血就对了，血扣越多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越不容易补回来，所以这是关键的。一直在回到过去哦。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。试着让故事继续。试着让故事继续，就一直回到过去啊，一直回到过去，就这样。嘿，好，一叠 OK， 又可以来了。免遐济 combo 啦，敢若伤济攻击珠安尼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多了，你太多了。血没满，我要再重来一次了，因为现在用玉蝶太风险太大了，真的故意耶。
啊，不要弄我肩膀啦、啊！你知不知道这样 delay 到我的时间了？啊，那个熊，用什么 delay 你懂吗？你碰我的肩膀，你就 delay 到我的时间了，是的哥那个，哎，都搞不清楚状况啊啊，按错了，靠北啊！这个好像是可以的、啊。哎，干！把它关掉，冲它小啊！真的，我不晓得刚才开什么鬼。这种关卡怎么可以让你轻松打呢？对不对？是可以的，只是我轻松到我都想睡着了。哎呀！妈呀，又回到过去了，好像只有几千滴而已。真屌嘞、欸！真的是完全没中哎、欸！过来，真是 delay 我的时间。哎、欸，别死哦！卡注意哦！哎、欸，七千多也会死！干！开！搞个骗！你是六千多吗？问你七千多会不会死？啊？你是讲干爹石头都坐的吗？啊？石头吃免钱的对来啊？啊？老师卡好大嘴叫嘞！对，不行。不能，哎呀，那个谁啊，冷静冷静，要陪夫人去医院，不能先去医院是不是？打两下再动，不是啊，我刚刚看都是六千多的时候死掉啊，七千多，我不晓得会错掉、啊，怎么刚刚补到那个很鸡巴的血量啊？真的，我刚刚补到一个很鸡巴的血量啊，很暴的很细，你知道？我是讲拖拖啊，你知道？就啊拖拖啊，我拖细啊，干，妥妥的死掉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那个说什么精神都来了，我精神也都来了、欸，我精神也都来了、欸，对啊，那个火气都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龟蓝火都上来了，一点哦。哎、欸，啊，你给我消掉，靠背啊，背气哦。
玉蝶是要给你攻击猪，不是叫你消消你的那个。你搞我消消掉，我是要吃。我忍耐，我忍耐。干、嗯、他就是要给我一直消掉就对了。你干脆一直给我天降好了啦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干脆一直给我天降好了，这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你就一直降就，哎、欸，对，安尼一直降就好啊。什么玉蝶拢免蝶啊，拢安尼死的拢一蝶蝶啦，真正哦，你买一蝶蝶死死翘翘啊。安尼有无啦？搁欠一粒无？好啦好啦。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嘿嘿嘿嘿，你是在冲啥小朋友啊？后来后来吧，我天降二，我天降不把你给搞啊！等你将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。我不想要再次聚聚，想回到过去。试着让故事继续，我不想要再次聚聚。差不多了哈，各位准备好了哈，等我哈。哦，跌住个跌个死的。想回到过去，我不想回到过去了，我只想要跟你聚聚，我只想跟你聚聚，跟你聚聚。这两条是要怎样冲啊？看你地无，你猪无？Miss you, I miss you。想你就叫 I miss you， 爱你就叫 I love you。想你就叫 I miss you， 爱你就叫 I love you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, I love, I love you。哎呦喂啊嘞啊！啊，一点一点一点。一点，我们再预点一次就差不多了。各位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我都忍耐这么久，你们还忍耐不了吗？哈，干！我都忍耐这么久，你们还忍耐不了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哈。哎，我消掉，你冲啊！哎，会不会补太少了？哎，好像差不多了，刚刚好的感觉。啊，好像刚刚好哎，二四六，哎，刚给几点呢？哎，给几点呢？给几下处理节啦？二四六八十四十十六八十，哎，刚刚好啊，哦，刚刚好，哎，七千多，我拖到心里去啊，来来来。怎样被他处理啊？啊？
各位知道现在要干嘛哦？出力蕊啊！啊啊！一波七个路鬼啊！啊，刷到他那的啊 ！MH 他们看不到什么画面。我奇怪，平板时光岛每次想要看一下观众回应都看不到，只看到一堆七啊！你有够鸡巴的，我就比你更七啊！哈、啊，来了，一波七个路鬼啊！看到这个叠住没有？锵锵锵锵锵！再来一个天降，再来一波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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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， 哦，看到了不？我来干得好，来干！